谁取个名字吧，如果谁取的名字好听帅气，这些就可以领回家。哇，就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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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摇了，哇塞，跳舞，就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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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好帅啊！帮他们取个名字。树上去了，哇塞，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哇塞，可想而知，一定是反卡联盟在暑假可能不听话或者学习没考好，他们的家长不让玩卡，把这些卡片哇全部扔到这河里面了。我的天哪，小伙伴们，他耐心跳了个手啊！我在网络上有一个绰号，叫什么？大家给我取了一个名字，叫什么？打捞小丸子，好吧。既然咱们是打捞小丸子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打捞出什么宝贝出来吧。其实吧，我还有一个绰号，就是小丸子晒锅。哈哈，小伙伴们。介绍吧，我这里面是什么？打开看一下，哇，还有一个卡片，哇，真的好帅的一个卡片，哇，还是一个天平卡呀，哇，听说这里面还有什么隐藏款，我也不懂，哇，今天咱们可是啊有眼福了，哇，朋友们，先开开这个，我去，这么多的小景点，哇，现在咱们尝试着啊，看看我这一个也是一个，虽然我的啊只上完初中就毕业了，但是啊，我相信这种东西应该不会难倒我吧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笑我呀，哇塞，小伙伴们，这个东西好呀，再也不愁那种拼不起来了，感觉看到这些东西啊，头还挺大的。这个设计还是非常很哇塞的，很耐。我从未惦记经历的打击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现在我的星速280迈啊，是我们自己努力的，也不是很难，感觉也不是很难。哇塞，要是小时候有这个东西玩，哇，我肯定能上大学呀、啊！真的呀、啊，不骗你们，就是小时候我们家里太穷了，没有东西玩，我才会这么笨，我才会没有出息的。如果小时候有这个东西玩的话，哇，我绝对能上高级的大学，哇，真的好帅啊！这个就完成了，小伙伴真的好开心啊！自己努力的，哇，花了2分钟，一会儿丢，哇，就把它给，哇塞，真的好帅了，这个哇还会发光发亮，哇，这个我真的是好东西啊，宝贝，小伙伴，你们想不想要？想不想要？哇塞，小伙伴们，第一个就完成了，让他登上舞台了，然后咱们再做第二个，小伙伴们，第二个也成功的完成了，只花了1分多钟，哇，我感觉我自己。
隐藏款，哇，这个帅了！咱们速度啊，这次关30秒钟把这个给拼完，哇，隐藏款，哇，好帅啊！你们看。哇塞，这个只要还敲一下头它就变了，我的天哪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想不想要？如果想要的话啊，还有3个我就不拆了，便宜你们了，只要点赞评论最高的那一位就给你们了，小伙伴们，哇，真的这个东西确实很不错，哇，爱了爱了爱了，真的好心动呀。他会魔法吧，让我无法自拔，不痛的悬崖了吗，让我体会吧，这爱恨的落差，爱是绚烂的烟火，遗憾是一些